叶子盖看来遇到对手，无辜防守，又被绕桩了。同样的偷鸡摸狗，没有用好。用大招了，大偷特偷，不是连招，是失误。盗用我的招，差太远。要干妈三分，还就近啊！你架不住，4-3，再点，还有一手的啊！再干妈一个你就完了。找到状态了，偷鸡摸狗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犯规。对，这变相漂亮，叶田使坏，钻人还干净啊，还没钻。你看挑战者比较讲究，比叶田讲究，还一招，哎，要被断，要被帽，哎呦，4-4。只能投篮了，看来叶田变成一挑战者了，要投篮了啊。海明威要投篮了，说不防就得投。好的，看来这个春节没有停止苦练喝酒。要一个干妈三分，有没有？还没有。这场比赛已经持续了8分35秒，可能电视机前观众已经关电视了。要记住，肯定是往右边，右突左投嘛，右突不用想。漂亮！哎呀，被叶天截胡了。叶天逮这下还是逮的蛮准的。不愧是来自于准格尔地区的亚半，还装作一个想回头的装逼失败。4-4平，叶天没体力了啊，叶天完全没体了。用速度过掉他，漂亮！叶天犯脏，又没犯规啊。这球犯规了吗？亚半，哎，你们又差连续五个钟头不进了，果然是雨半。还是没绝杀成功。这最后一球打了几回合了都，果然是同一水平线上球员。我操，空出走出屎走步。我觉得这球快终结了。干拔，哎呀，是双方进攻太差还是防守太好？应该既进攻差又防守差。我感觉要进了，这球该进了，还是没进，防的确实不错。双方已经很了解对方的套路了。4-4平，这最后一球，
哎，不错，节奏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还就是没进。我感觉要进了，真的，亚半不可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。依然没进，真是投得一手好篮。哎，开运了，对，这就完事儿了。野田犯规，我还能让你逮着了，操！运球不错，但是没有转化成这种攻击性啊。你看，好的。这球没进，真的，这就是命，这就是出门没看好黄历。行了，叶天独霸篮坛。现场来了一名观众，很久没有出现的面孔，郑磊。这边贾寒轩，姜还是老的老。姜还是老的老，对，太厉害了。